家好，极影科技是一家以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解决临床问题，促进公平医疗的创新型公司。很荣幸获得2023年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举办的彭城中小型企业青年创意创业奖特别奖。本次奖项代表着香港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柱，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对我们公司的肯定，为我们公司给予了信心和动力，并且提供了向香港以及世界展示和交流的机会。极影科技产品覆盖消化道疾病、感染性疾病以及脑科学领域，公司的 GenoImage 胃肠道内窥镜 AI 辅助检查产品可以帮助医生在内镜检查时发现容易漏诊的癌前病变，并且实时给予病理类型的预测和癌变风险分级，提高消化道早癌的检出率，并且帮助医生选择合适的切除方式，达到消化道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谢谢。